什么？这个李记歌我都听到这个歌，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我存无什么功能，干那我都唱歌咧。你存无什么功能？对啊。你的作用真多呢。我也是厉害。事事行行拢爱用到你本人啊。是安尼吗？各方各面呐。哦。你本人我唔知吴大哥的对恁到底有了解哩。所以你若讲你干那存唱歌这个话吼，我都爱靠旁边站啊我。无啦，我甲你比是要嘻嘻比唧唧哦。你讲讲咧，不是我做欠的了。不是欠，我来讲，迄人的本性是真无共。是，对，我那路就是无做伊艰苦。真正，是呀。伊讲甲白，伊讲哦，伊若在厝营养无趁钱，他会登病哦。是啊。伊就讲美好哦。哎啦，安尼是安尼好，安尼可以啊。我伊刚才甲佩玲讲，我其实爱向恁学习。向我攀行啊！啊，对啊，就是心有余，但是人无上啊。无啊，你即摆无想咧做啊？啊，你即摆毋是无咧做？我有啊，哎呀，但是我野心无你遐大啊。我就感觉会动就好啊。其实我较想，应该是我小心较生活。嗯。是不是？是啊。是不是因为？伊即摆佫无想要回来了。因为你伯伯两个是姐妹对无？系啊。你伯伯同齐，咱就实在是都开始都做好的朋友。是。恁家的姐妹跟阮家的姐妹都变成闺蜜。对啊。啊，你不觉得小新很像我？是，超像。各方各面都跟我很像。真的。是啊。那没有办法，我们也不想这样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啊，个性。啊，锁死了！是啊，家己歹卡卡开啊！我问，我感觉我嘛无感觉，我安尼无好啊！啊，你嘛想好啊？我想好安尼啦。我要求无遐过分啊，系啊。我较过分就对。你较侪，你还不是过分，你是较侪。哦。来安排。好，我要去，若是有一天。啊，我就甲阮兜讲，若是有一天吼，你免甲我问，直接送去迄个长照就好。我讲镜头就是我若一天给你卡，差不多超过十通的电话，你等下，一天卡超过十通，你就莫甲我问理由啊，直接甲我堵伊去。你干阿袂咧啊？无，迄无一定咧。啊？迄即摆吼年龄都往下降，用脑过度。你再洗碗吧，我都用脑了。哎，你可能较紧。若是有一天，我袂记你。妈妈，你多想死苦我听，讲咱的故事，一生的痛苦，我世苦的想起的酸，若是有一想
一片看不见的，是来想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告诉。